我们再把这个第六个说完。不亏孝友，就是他这个堕胎之后，说这个妇女啊，她在这一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，非常有地的一个人啊。这个，所以文昌帝君记述啊，他的皇考就是他的父亲也姓张，叫张无忌，当时给周厉王。啊，周厉王做保释，啊，保释呢就是啊，这个以礼义来匡正君主，教育贵族子弟的一个官员，所以他的劝谏是他的职责，啊，当时这个周厉王就是不愿意听到过失，啊，甚至对那些诽谤的人要。去查处，啊，也在民间呢，都会派那些耳目，看看谁在诽谤这个天子，那都要，啊，都要进行惩罚的，甚至株连三族的，啊，那么大家就瞠目，道路瞠目啊，在道路上对他不满，也不敢讲话，啊，都是这个道路瞠目，哎，甚至他还创造了个名字叫腐谤。啊，你虽然口里面说，哎，你的里面肚子里面在诽谤，被他抓到都要惩处。到了这个厉呀，太厉害了，就是太残暴了。所以这样一来，整个的诸侯国啊，也就是离心离德，就不拥戴他做天子了，啊，不拥戴他。最后周厉王是被国人赶走的，啊。当时在这过程当中，这个他的父亲叫张无忌，就常常的去劝谏啊，劝谏这个周厉王，但是周厉王不仅不听，而且讨厌他，愤怒他，就把他放逐流放了，流放就在鄱阳去世了。鄱阳就是现在的江西鄱阳县，啊，鄱阳县，啊，那么。当时在文昌帝君还是幼小的时候，就跟着他的母亲王氏，就到江西鄱阳把这个骨灰迎过来，迎过来也不可能到这个长安啊，这个洛阳的时候啊，就把它放在黄河以渤啊以白的地方进行葬送，啊，葬了之后，他10岁的时候就开始到外面寻求学问。啊，自己的名字叫宗室，啊，改为张宗室，啊，以追念他的先父的志向，啊，那么到了啊弱冠的时候就成年了，啊，他的祖父就也没有儿子了，就把他当做儿子一样的抚养，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张种，啊，张种。他的母亲非常慈祥，非常有智慧啊，非常善于教育啊。文昌帝君在这个里面讲到，他的母亲每天读诵观经，晚年无忌作画。你看，这都是，那都是在周厉王的时候，在西周最后一个时候，他已经有观经了。我们讲现在我们观无量寿佛经是在刘宋年间江良耶舍翻译出来的，哎，为什么那时候就有观经，啊，那这个记载也就是更加相信当时就已经有佛法了。周厉王由于这样的暴虐被国人赶走，当时赶走之后，他的儿子叫宣王，周宣王即位了。周宣王即位，从这开始，由于国天子的不道啊，所以使得这个西周也衰微。到了周宣王，他有一个转折，就是讲共和，啊，周宣王就有两个丞相来辅助，啊，他就修改政令，就是直接效法周文王、周武王啊、成王这些道德的遗风。啊，原来这个诸侯国都离心离德，由于周宣王共和之后，大家所有诸侯国有宗周啊，就以周天子
又承认周天子的这种地位啊。那么周宣王继位之后，就下诏，就是先朝的臣子，也是在周厉王手下有冤假错案呢，这是要平反了啊，使于这个冤假错案的都可以把他拨乱反正，对他们的后代也要加以录用，录用。当时文昌帝君就秉承他母亲的指令，就到了京都，京都就说自己是谁谁的后代，但这个事情登会时以自明，就是古代在朝廷的这个门外有一块大石头，这大石头是红色的，红色的。那么老百姓有什么冤屈，就在石头上就加以申诉，这个东西就能够传到天子那去，所以这个石块是红的，就好像人的肺部的颜色，就叫肺石，登上这块肺石来谈到自己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这就上报上去了，皇帝呢，这个天子下诏就恢复他的父亲的官位，给他一个谥号叫贤，就是忠心耿耿那么以后就让这个文昌帝君继承他父亲的官位，仍然做保释，仍做保释。那么文昌帝君说，他原来有一个兄长叫永嗣，不幸早逝了，早逝，他的母亲也很痛心，所以呢，文昌帝君因为也他的兄长怎么既是香火呢？他就以他第二个儿子茂阳来过继到他的这个兄长的门下，作为一个继子来承他的这个香火，来安慰自己母亲的心，所以这就是他对于母亲很孝，对于兄长也很悌，就叫孝友孝友。那么他的祖父王母赵氏这个离开人间之后，他的这个父亲王父就是实际上是他的祖父，也很快就生病去世了。那么文昌帝君就以孙子的身份来担起了儿子的职责，来守孝服斩崔3年，在相府里面，这个斩崔是最重的一种服，就是用粗的麻布织成的布，也没有这个也不缝边，也不缝边，来服其3年，而这在这个服丧的过程当中，这种悲哀、这种哀悔的这种表情，那是超过常人，所以这个家族内外、社会上都是觉得他非常孝，就以孝友来称他，称文昌帝君，甚至都不叫他的名字，就叫张孝友，实际上他的名字叫张种，那么汉语里面也表示这个张孝友叫张种孝友，在《诗经》里面都有描述，所以我们看《诗经》，看到张种孝友，马上会联想，这就是文昌帝君这一世，在周厉王、周宣王这样的一个从西周到东周过渡，共和之后，西周就转为东周了，这是一个标志，那么文昌帝君的母亲是这里面就是轮回的关系了，在原来祈祷这个洞庭君山的时候是一个妇女，在没有成为她母亲之前，文昌帝君接受她的礼拜，然后等她投胎过来作为她母亲的儿子之后，那么这个张家的妇女就转过来接受文昌帝君的礼拜，她作为儿子必然要拜她的母亲，原来她的母亲拜她，现在她转过来她要拜她的母亲，所以
到底是谁拜谁，谁应当拜谁，谁不应当拜谁，这都搞不清楚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关照儒家的学说，这种五伦关系啊，知道在世间奉行五伦关系的这种规范啊，但是我们又通达佛教，就知道这个五伦之间的缘融，它的前后的关系啊，这个。这样就是在这一世当中，文昌帝君还是把儒家的核心的道德内涵孝友，孝友是尧舜之道的核心内容，又给他用一生的道德实践展示出来。